本次参会请了顺天联合基金会演出《众神护台湾》，代表着疫情期间本处对大家的祝福。但在三太子的庇护下，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台湾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接下来我们有请顺天联合基金会演出《众神护台湾》。原来说不能是新加坡的新闻，是什么样的？